你好姐姐，我要个三角吧。好的，要几个呀？2块钱一个，10块钱六个。我要一锅吧。一锅是八个哟，刚好有八种口味。好，那我就每种口味来一个。好的嘞，马上给你做哈。它这个是米浆做的吗？哎，大米发酵做的。首先是我们的黄豆面，这是最传统的味道。然后是芝麻花生的，红豆这个是，这个喜欢的人也比较多。甜一点吧，这个。哎，这个要稍微甜一点。然后是咸口的肉松，然后是酸酸甜甜的蓝莓。2块钱一个，感觉现在还给的比较多。保证基本上每一口有限嘛。然后这个是奶酪的，像奶酪这些一般小朋友会喜欢一点。然后是牛年酱，这个不是真的牛年哈。榴莲酱果酱。对，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原味的。好，老式的三角吧，就是原味。它这个要搞多久就熟了？一般3到5分钟。这样一锅看起来还挺漂亮的，还是？颜色比较好看哈，尤其是光。像黄豆面和榴莲，还有原味就撒芝麻就好，辨别一点。好了，可以了哈。真的每一口都有料。